39岁的庄思敏和台湾珍珠奶茶店老板杨炳日拍拖半年，这日正式注册结婚。虽然由于疫情的影响，只是在香港的家里面举行仪式，但都布置得有模有样的。庄思敏就先着上露腰的婚纱，在家里和老公家人合照，连狗仔都带埋花饰，非常之有气氛。可惜的是，父母没办法到场，只能够用视像通话来参加。在宣誓和签字那阵，都有专人全程帮手揸机的。我将永远爱着你，珍惜你，对你忠诚，终身不渝。我想帮你。交换戒指那阵都好大方咁锡咗几次，呢对新人真系一啲都唔怕丑啊！阿妹庄思明喺抢花球嗰阵就直接行到去新娘后面，行架行到出晒面，最尾都俾佢成功抢到花球。睇杨明呢个笑容，睇嚟都已经准备好了。